有两颗雷加一个火，我觉得可以创造奇迹。小朋友现在就召唤队友，还在外面的，哇塞，被反打，反打，完了，完了。然后 F2 现在反应过来了，完了，灭枪这一波。小辉怎么回事？你可是 PCLP 杀人王啊！哎哎哎，叫你抽，连狙这么好切。哇，旺仔还是补上了伤害，现在 I7 的队员过来，但这个过点容易被抽啊。拼了命的，拼了命的保护队友。过来一个算了吧。花神。嗯。啊，确实很疼啊、嗯。太伤了这一波天霸，主要这很伤士气。因为正常来讲你大仓清那个坑志在必得。你直接一比打过去打都有了。就。哎，打中，打中了！哎、啊，张大哲好急啊！这种骚气，炮大骚气。嗯，这跌跌撞撞，这车开的，哇塞，这车技，放科目二直接就淘汰了。严哥是有驾照的啊，有的。嗯。只不过拿了驾照以后就没有实际操作过了。是的，操作过几次，后来想想算了，还是坐车舒服。大排水大概率就不在圈了。是的，这种圈内队伍暂时性可以休战。是的，哎呀，潘多拉又倒了。说实话，我觉得 XCG 这个分踩啊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嗯。你踩这种水边的位置有什么用呢？果然，实际情况反映出来，白给了一个。对啊，是完全没必要分踩，你就老老实实在那两方待着。没有没有。确实排。排水的一个概率上来讲，出现右下的可能性还是有的，有的，还是有的。嗯。嗯，哎呀，你看看这些转移，这转移路上真的危险。DDT 又去那个点了。嗯。方便位置突然间被刷走，这种心里还是多多少少有点失落的。但可以扫一下这种过路，看能不能打点过路费出来，对吧？这个防区的视野确实不太好。嗯，这也是他难防守的一个原因之一。是，你很难很远的发现有人过来。大家都是现在看到这个圈往左上角一切以后，左右两边开车直接扎。是的，啊，你别说 DT 的这个转移啊，真的有点东西。还可以。他上一把他也是这样啊，就弄进去了，进去了，而且是横穿那种两边夹角枪线过去。是的 ，DT 这个队伍有点东西。嗯，但是 DDT 那边就遭中了，因为圈三过来，周边队伍压力很大啊。对他屁股被人掏了 ，TMA 过来啊，还有 RBS 给他做第一层保镖。嗯，就 OK 呢，什么时候才能出手？但最怕就是一直挠你的痒痒。嗯，尤其倒地流还要挠你。嗯。来了，先手雷招呼一波啊！博良也去。白龙马超高的空爆雷没有收到什么太好的效果，这个雷有了，许生倒地。如果博良那个点位落位并且不受干扰的话，其实 FTY 这波很劣势啊。对，九五 K 也在另外一侧，可能要同时出手。是的，博良手上三颗手雷，零数高点抽倒龙斯根，近点 Monster 有点崩啊，炸到了怪兽，冲不出去了。关键怪兽这个时候。是的。好，现在把火封到你进圈的这个路线上，背身。你看这左右夹击，真的让 FTY 很难过。这个时候原点 4M 才出手放倒博良。哎呦，怪兽！反打怪兽，就这个时候就是我能拿一分是一分。确实，要拼命了。哎呦，这个手雷正中脚心。就 OK， 这个雷是来的太致命，博良的位置不好救。嗯 ，4M 已经完全把这个坡卡掉。圈是往南的一个极限切角，正好，正好，但是马上要贴到 XCG 脸上了。嗯，都是一些亡命之徒。对 ，DT 现在对山脚下的 DSS 出手，重拳出击，只剩下二六一个人，想跑，赶紧找李白汇合，这个距离太危险了。先苟住啊！现在一定要苟住。确实 ，CG 在圈边，嗯，跟 KRG 这里这样的一个僵持的话 ，CG 好像没占到什么便宜，而且进圈路线上面目前人特别多。对，
他只要处理不掉 KRG， 他一会儿打 DSS 那个点的话也不是很好打。对，所以必须要拔，但现在是存在一个人数互换。王骚骚想拼一手了，只剩自己一个人了。哎呦，拿不到分，高点太好打他了。他现在要耐心的在蓝圈里面等待最后的机会。嗯，但是感觉难度很高很高。没事儿 ，KRG 也会面临他们要面临的问题。嗯，等会儿山上马上要合到圈五了，主要是。是的，这个圈确实很疼。他除非有速九那样，哎呀，这包也太少了。包不够，感觉直接蹦蹦。动一下蹦蹦的话，动静就太大了，嗯、对吧？SMS 从中间想要插到，之前没有放倒人，差点被反打。飞金 boy 赶紧捏个雷，背身这里也没放倒，完了，这两波出手效率有点低。他还被闪了，不过还好出雷，是但是玄子这边反打了天地地。SMS 这波大力出奇迹啊！嗯。不过人数上来说的话，还是 DT 三打二啊，经典。是的。哦。马上天霸要来了。三打一，头顶上马上要站出来了，天霸。是的，赶一赶，赶一赶。宁家这里加已经裂了，另外一边 4M 也趁这个机会摸了上来，弟弟马上要被包架了。是的，都在找机会。这位置太难受，对方会不断的投掷杀伤性的道具。哇，你现在就在一个谷地里面了，还不了手。是的，刚刚 TMA 好像是把 RBS 给处理掉了以后，直接又要压上山。来了，一二三，来吧，山头之战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巅峰对决，玄子啊，左右开弓。哎呀，但是炫不起来呀，玄子。炫不起来，只能炫一碗饭了。是。琪琪现在屁股有点扛不住了，正面 DT 再被放倒一个天天，直接往前冲，后面有人看屁股吗？天门还没着急出手，有琪琪在看屁股，嗯，过点 ，God V 拿下了 DT 的最后一分，是的，把 DT 夹在中间打啊，天门一看，哦，前面有人挡住了，打完了，先打山脚下吧，脚下 DDT， 嗯 ，DT 用两个空投换来的不在圈，嗯。TYE 一波刷屏带走了 ACG， 哇，他们这个小超市待的还行啊，挺滋润的啊、哦嗯。等会满编出来的话，丢丢烟，说不定还能玩。是，就看现在烟雾多不多啊。我们也知道这个超市出来的话风险极高。哦，哎呦，这么准！他刚好是也是对对手造成了一点伤害的，对，他这个双狙 ，two dab， 哎，这个坡还能再趴一会儿。啊 ，TMA 的意思原来是 take me away 啊，带我走。哎、嗯，敢不敢带我走？嗯，前面加点啊，看他们每一局打的成绩如何，对吧？带我走，不如带他走，是吧？哎呦，幺幺九双狙，距离稍微有点远。另外一边 ，KRG 也被 4M 给淘汰。是的 ，4M 现在回头清理完山下，主动摸了过去。是。从另外一侧蓝圈方向，来了，动手了。堂弟弟被放倒。Forever 龙宗拳连打两个。好快的枪。龙宗拳，谁说我近战不行？啊、直接补。你看看我近点打两个，一传三、哎、啊，不对，这是阿伟打的哦，两个人配合抢险，确实，我以为他一传三呢，看再看脚下幺幺二，哦，这个手雷伤害均摊，来锁住啊。哎呦，高星这个雷稍微抛的近了一点，但还是六幺一的雷更准。哇 ，DDT 一瞬间把天妹给炸没了，直接开花。DDT 今天上大分，嗯，这样的圈他能从山脚下硬是打上去。六一个人状态也拉满啊，可以可以，对不对？上一局他有一波刷屏，这一局 T 的脸上两个人高打低，哇，这里高星换了全息妹控，真男人。妹控是拿来打近战的，是的，好猛，感觉他就一把枪就可以打完啊！背后被高星直接给打没了，哇，他一把枪可以打完，现在是的，我就拿这一把枪，完全都不用掏。Berry 是什么？不可能吧？他高地还想去限制一下 DTT，
他要上大分，他想上大分。OK OK， 没问题，已经解决掉了，打得很快啊，是的，十个淘汰四打三，而且现在有点难受，主要是这个投掷物在对方不漏，对吧？来了，第一颗命中，这是小鹿洗的，扣的要求，洗完要进点再洗一个。哦，扣的要求打了一个山顶的，但是自己一丝血，哇，只差一枪。小鹿直接想顶过去，还是打一个药吧？嗯，稳一点。嗯，赵鑫这里没时间打药，捏了一个东西，闪到了，换了妹控，我又是一枪头，好的。